今天来武康大楼，然后因为我没有很喜欢拍照，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栋很好看的建筑。然后本来要去吃排骨年糕，但是老板说今天没有开，是我们搭了好久的车过来，然后没有吃到年糕，但是没关系，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。等下去吃烤串，去长发餐饮，然后去喝生而为茶，听说那间饮料店很好喝，但我觉得应该是主要是长得很好看吧。今天是来上海第一天，今天是来上海第四天。